我今天这一身啊，穿的是 Chanel 高级手工坊巴黎纽约系列的，然后是斜纹软呢配的皮裤，那皮裤上面还有一些这种涂鸦的图案，就还蛮帅气的。最喜欢好多套啊，其实第一套刚一出来就是那种高腰牛仔裤啊，千鸟格纹的外套啊，就还蛮喜欢的。但其他的我也非常喜欢，包治百病嘛。看大小吧，有的人我觉得是会装东西的，有一些包可能是真的装不进去。穿的衣服就是包包里，就是购物袋里面买的那身吗？我想为他们招桃花，我自己说他们帮我招桃花好了，自己桃花都不够还给别人招吗？我觉得是看缘分啦。对，如果身边真有朋友有这种需求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把身边觉得好的，对人可以介绍一下。